你望是我用唔对啦，要若无我绝对袂原谅。想袂到这个密码，既然是大嫂的生日，敢讲代志，亲像我想的安尼。既然是尤亮的前女友，明月，感觉有第一不爽快。我去回诊啊，医生讲我脑部无问题啊，无就好啦。不过嘛是爱加休困哦，嗯。对啦，我今日去病院的时阵，有拄到你的前女友 Angela。这拄好。唔难呢，我阁看到伊干嘛伫咧拍招呼呢，阿妈嘛是识啊。是啦，阿妈，敢有甲你讲啥？无啦，啊，不过我会记得，恁已经伫咧国外分手，莫来拜伊啊。都，有一届我甲妈做伙出去，啊，都好撞到伊啦，所以我来介绍伊熟识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不过我看到伊甲妈有讲有笑，而且真有礼貌。阿姨唔拿记忆好，嘛就有许多缘。无怪你干妈会这样介意。妈甲伊无熟啦，应该只是礼貌拍一个招呼尔。你莫想伤济，吼。干妈诶，啊，不过伊两个看起来真熟诶，无亲像是无熟识啊。伟弟，你以后若阁拄到伊，拍一个招呼就好啊。安怎讲？人拢已经结婚啊，我无希望咱的关系去影响到人的生活，也无希望伊去影响到咱两个感情。啊，好。我有替你泡花草茶，我去客。洪有亮，你根本无要向我坦白意思。既然你阁要继续陪，那安尼你就莫怪我。